打掉了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来看一下呢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打到了第四个回合，敌人只剩下一只 boss， 还有一只小怪，我们直接把 boss 给干掉吧。先把 boss 给解决掉会比较好一点。喂，干的！好 ，boss 哦，又得到了霸体两下，两下的霸体哦，没事没事，揍两拳就没了啊。看我的，贪婪补偿。再看我的，贪婪补偿。好，接下来胖子就可以出动了。胖子的话则是使用爆破陷阱，伤害比较高一点。红伤呢，这一场其实挺酱油的，到现在还没有打到过任何一下啊，让他也输出一下好了。天下无狗。最后呢，就让阿吉啊来进行尾刀吧。好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他下回合就死了。怎么都会转圈圈，我也不知道哎。那今天玩起来应该是蛮稳的。算了，最后还是让花痴来尾刀好了。天涯远，一个回合哎。人在天涯，天涯还远。好，我们先帮了重力弟弟上一个霸体好了，以防重力弟弟哦再次挫赛。好，重力弟弟上了霸体之后呢，我们大家就休息一个回合吧。不冲吗？冲什么？啊，他自己死掉了。睡啦！为什么每个人尾不到尾刀啊？好，我们把这个 boss 给打死了之后，大家的经验值大幅的上升了，荆棘的技能已经练满，然后。胖子也永远都是满的，我们的阅历就这样增加了十点。可恶，竟然杀了我那么多的弟兄！我记得这个敖广不是……不是个坏人吗？姓敖的还真是狼狈啊！老子看你这么落魄，心里就 very 的 happy 啊！死意。看到他兄弟死了这么多，就一定要出来 happy 一下的。今天哦，今天应该是拿不到徽章了，除非我从昨天晚上开始拼。我刚刚把 M1 拔掉哎，看他还会不会卡。紫琳，这可不是好话，你实在不该学的。紫琳又被大师兄秒了，表示开心。我也感觉顺了。紫琳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怀疑你的，只是这阵子实在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心里不太好。既然丰都都已经扯进去了，也赔了那么多弟兄，我不趁这个机会好好弄个清楚哦，岂不愧为丰都中人？老子暂时跟你们同盟，这样子哦，我们又多了一个朋友啊，可以让他当个好友啊，感觉快破关了，基本上该解的任务都解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在今天哦就可以冲到大结局了。紫阳子在思过癌后洞捡到了当年五域剑派留下的宝剑欸，所以他可以加入队友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武器叫做定海神针，300攻击力啊，还有一个风吹雪专用的武器。大家想不想让风吹雪入队啊？不知道能不能找我。哎呦，这个更好。这个也不错哎，这个给胖子装好了，给胖子装，胖子不会那么容易被干掉。
不行啊，小阿曼一定要好好的待着。来看一下，刚刚好像得到了一个武功的秘籍，我们得到了回马枪金药啊，是重力底底跟死翼专用的，一听就是个垃圾，我们就先暂且不学。这边还有一个叫做铁罗汉的技能，重力底底也能学。哎，哦，这个好强哦，可是没有人可以用。加内力的，只加内力的一些东西好像都很废，算了，还是去那个吧。继续解任务，来看一下任务解到哪里了。我们解到了丐帮血案。哎，有没有敖广的粉丝啊？现在敖广好像可以入队了，有没有人想要让敖广入队的？Lions0708 感谢订阅三个月喽。嗯，没有错啊，这个这一台就是全台最新订阅的那一台，竟然可以抽 PS4 哎，全球首创。我们来解这个，到底要解哪个啊？佛度有缘人哦，少林寺师父的弟子，天资聪颖，是一名武学奇才。他在三个月前前往了大漠一带，倚天剑哦，啊，把倚天剑给解一解好了。啊，回到成都，嗯，现在任务到底解到哪里了？算了，到处晃一下，到处晃一下，总会有任务的嘛。这个游戏就很自由了，你就能到处闲晃，那个和尚也会有饭吃，那个阿僧也可以传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一下。毒龙教已经去过了，乐山大佛啊，任务也解得差不多，青城派也有了，无名种也过了，华山派啊，有唐门的门人来袭，滚！二人谷也去过了，闲剑山庄这边好像也没啥用。柳布，请问是古少侠吗？啊，看起来哦，我大师兄逍遥谷大师兄的名号，连丐帮的弟子都是相当明白的。我帮以探明真相，先前打伤这个陆少镖头的人哦，却是赛王爷的人马。我们当日在赛王府哦，并未有见到这个王爷的踪迹。好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！感谢罗杰60261，这不是，这不是 VOD 啊，这一次真的是实况了。我们只查到那赛王府地下另有机关密室，李长老等人哦，猜测赛王爷必然躲在那里。如今离赛王爷得到九阴之精已有一段时日，假如等到他神功大成，届时再要阻止他，怕是更加的困难了。感谢 ZAQX1994 的订阅跟 Swallow0327，嗯啊，祝你们抽到那个买卡150点，可以继续续订，感谢各位。好，我们去教训他们一顿啊，好像不小心触发了剧情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去地堡。这个地堡的话，地堡在赛王府之中哦，赛王府好像在右上角啊。没事没事，外套一件，我们 M1 有两件，可以分给很多人穿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来去赛王府，来去赛王府解这个任务。你的外套不是我用的啊，你要去找 N 内楼啊。你原本300多分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在想，好像帮一下大丸这样做善事，结果我一上线的时候，你竟然只剩230分了，我就觉得，哦，好像没救咯。好，我们现在赛王府解任务啊，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垃圾的小怪，但是我们可以爬楼梯。啊，我们这边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攀墙而入，一个是我们要有礼貌走正门啊。我们身为大师兄，我们是侠客，用飞的。这是理所当然啊，既然我们是侠客哦，那就用飞的进去吧。我们直接哦飞进了赛王府的里面。好，飞进了赛王府里面之后呢，看他在哪里。哇，这个还是要打。
啊，这边还有两个啊！哎呀，撞到了两个杂鱼，算了，让阿吉跟女阿吉去虐菜好了。女阿吉虽然平常很废哦，但虐虐菜还是可以的。七八七六三，被超过就被超过咯，那个计分方式就不是被超过就会下来的。这个由大师爬上精英呢，挤的是精英的人，所以不管大师的人哦怎么超过你，你都是会把精英的人挤下来。所以哦，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啊，除非现在有人开启我的账号，再帮我连输四把，我才有机会调出精英。应该是不会发生这种事啊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下这个里面看起来是有密道的啊啊，密道看起来就在这里了。我们，这个密道，这个密道，听说赛王府好像有个密道的样子，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密道。难道真的是这个墙壁吗？奇怪了，这个到底是一个密道还是bug 啊？看起来这里哦并不是密道，我们来去寻找其他的地方。他说在这个山林地堡啊，这个地堡呢就在赛王府的中间。这个地堡哦，该不会在这里吧？这里有个石灯，这里有个石灯。这十字的烛台看起来有一些诡异，却又说不上哪里奇怪啊，就不必多说了。只要是可以点的东西，那一定是很诡异的。说不定这就是前往地堡的开关。大师兄，两掌打上去之后，草丛中似乎出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啊，我们就去揪出那一坨老乌龟吧啊，全部打。这边的怪物也是挺多的，但是哦，以我这个惊人的走位，应该是可以绕过去的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，这个样子走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在这里呢遇到了赛王府的清兵。什么？你们来这多久了？我来五年，他来七年了。你们来这做了这么久，连个十夫长都做不上，每个月领22K。还得去在这个地方守门，你不委屈，我都委屈了。啊，我们这有两个选项，我这里有300万，拿去开间便利商店。我们走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哦，就把这些骑兵给打发掉了。看起来这些人对王爷哦，根本不是真的忠心，都是迫于生活，不得不屈就他的淫威。我们直接就把他打发掉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赛王爷。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我怎么感觉这句话好像在哪里听过啊？师父讲的吧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王爷哦正在练功，阴阳互相克，意在修。修是正气，热火不侵法，阳中求真阴。九阴真经哦，练了两个礼拜了，还没有练好。就在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王爷总算是把他的九阴真经给练好了。走啊，我们来晚了一步。接着就是大师兄与王爷的嘴炮。本王最看不惯你们这些满口假仁假义之辈，成王败寇，这世道本没有什么大义，永远只存在利益的冲突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阻止这个王爷了。这个技能哦，其实小紫也会，
好，王爷的话呢，还带着两个有命的人办事才能看到自己的结局。好不好？哦，只能上三个人哦，我觉得阿吉，女阿吉。这样会爆炸。这样呢？这样好像不错，应该可以吧？感谢尬的姐姐 number one 三个月喽。追起来，追起来！好，放这样好了，这样应该挺稳的吧？好，大家先来一个骑士精神，来个九阴。不会很难打吧？来个九阴白骨爪试一下。好，左右互搏啊！九阴白骨爪甩两下，接着让阿吉登场。已经有外套了，是的，外套已经拿到了。好，我们先干掉了其中一个赛王爷之后，阿吉就得到了连斩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对于呀，好，又干掉一只，接下来就只剩下王爷了。王爷，王爷应该也不难打吧？吾王败寇。气血越低攻击越高哎、应该很快就可以把它干掉了。好，我们走这一步啊，先来对付这个王爷。哎，左右互搏18763。好，在这边呢就把王爷打到了半血。王爷的第一个目标是女阿啊，对女阿吉造成的伤害其实还挺高的，但是没事没事，看我的超战士略绝，可以霸体一个回合。哈哈哈哈哈！王九一分金一层，唐吉诃萨再无敌手。用这个兰花拂去手好了，应该挺好的。好，成功的把他点穴了。命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结局啊！但他每回有清两个，惨了，这个点穴跟没有一样。看我的，阴错阳差。倘若我心也会。好的，这边的话，阿吉被打了4000多滴血，但是人依然还活着。接下来用我的神曲但丁，稍微补一下血。78763对不到哦，这九阴白骨爪碎了啊，把他打到了剩下最后的2400滴啊，你这就有一点超过了啦，朋友，做人不可以这样啊。催魂死心掌啊啊！没事，应该是不会死啊。阿吉哦，毕竟还有一刀血战到底，这么厉害的技能在啊！阿吉又成功的反击了他一刀，可是只剩下一丝丝的血量了。看我的骑士精神，再补。好，有了骑士精神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回合就可以把它给解决掉了。他怎么这么远啊？好，先用这个九阴白骨爪连击，死了啦！这个游戏怎么会这么的简单啊？完全就没有任何一丝输的机会啊！看起来即使练了九阴真经哦，也是打不过阿吉以及女阿吉的。事实证明，九阴真经并不是一个厉害的心法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就得到了九阴总纲跟九阴飞絮篇，还有3175块。塔雅增加了5300经验值，女阿吉加了3788经验值，不可能！怎么突然一阵晕眩？是他的眼睛，大家不要看他的眼睛！啊！女阿吉。看起来女阿吉中奖了。没错，你爹做了些错事，可这都不是他想做的。其实你爹也是为人所迫。
是啊，只要杀了这两人，所有的事情便结束了。哦，小心啊，阿吉！这样不行，我们要先引开女阿吉，否则会伤到她了。我们这边呢，要将赛王爷血攻气血攻至30%以下，解除这个射星术啊。失败条件是女阿吉或我方任意人阵亡。这我一听就知道岔赛的节奏啊！看到啊！我看看，我们先使用。管他上不上支部，总之赢了就是赢了。先给女阿吉点个穴好了。啊，然后把那个王爷引出来。有命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结局。看王爷会不会出来好了。好，其实王爷还蛮软的，在这里的话，王爷呢气血都已经降低了。哎，好难输哦，根本就不会输啊，轻松轻松啊，看好，看我的火焰刀啊，这样子哦就过了，这不是过了吗？啊，够了够了，王爷开始变得虚弱了。从小紫的情况看来，摄魂师似乎开始失效了。快趁现在打倒他！王爷好像也不是很厉害嘛。好，王爷呢打了一下阿吉，这个时候女阿吉也开始移动了，对着大师兄哦一阵猛打，给大师兄点了个穴。啊，原来王爷。哇！我为什么？我练了宝音真经，还会输给你们？不服！不服啊！我曾听人说过，中了摄星术者，只有对他一阵毒打，方能将之唤醒。也许，阿吉，快躲开啊！在他打了一拳阿吉之后呢，想不到这个射星术哦就解除了，得到了1400经验值。原来是阿吉用了肉体把他给挡住了。大师兄为了尽快的跑到女阿吉的身边哦，直接踩过了王爷的头。太好了，你们没事就好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啊，王爷看起来又在装神弄鬼，怎么回事？这家伙好像连一丝内力都没有了。哎呦，人家要马马虎虎，看来他是内的走火入魔，内力反噬自身，以致经脉错乱，神智与武功俱失，彻底的成为了一个疯子。疯子，不打了！呱呱呱！啊，在这里呢，有一只大鸟走了进来。呱呱呱呱呱，走了走了，去玩喽去玩喽啊！天线宝宝去玩喽。虽然看他作恶多端，但见一代枭雄下场如此凄凉，人不免有些唏嘘。帮王爷 QQ 啊！吃个药，吃个药。这个月月鸟。月鸟直接把王爷给带走了。哎，那信上的说的地方我们都跑遍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找到。感觉今天应该是大结局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把信上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。那大结局基本上哦，在半个小时吧。我们今天冲向大结局。那个就是啊，那个等一下我先吃个药，杨过的那个鸟嘛，长大了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有一些眼尖的观众看到了，刚刚那个月月鸟是没有穿外套了，可能是没有发给他吧。好，药吃完了，出发出发。这组织形势严密至此，各个据点中竟是一点痕迹都不留，难怪在短短时间内就能掀起如此大的风波。
们不如将此事事先告知江大侠，再商议对策。有些话想跟你们说啊。这个时候，胖子有一些语重心长，与你们同行了这么久，多少也生了点感情。不过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我要先走一步了。帮 QQ 啊！我知道你们实在是舍不得俺，但俺是非走不可。托你们的福，俺的姻缘。哦，对哦，对哦，你的歌哦，好，等一下，胖子走了之后，我帮你点歌啊，谢谢 CALM 的点歌。俺当初破碎虚空时正气走差，导致身形大变，俺得立即闭关修炼，疏导正气。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波波波之歌。月兄，多谢你这些日子来的照顾，大家跟他说一路顺风，刷一位一路顺风啊！再见了，胖子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下回再见，可能就不能再叫俺胖子了。胖子离开了队伍，去找方云华好了。有人见到卓人青与天山派掌门这期幽会，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。哎，队伍多了一个人啊，我觉得，哎，等等，胖子，胖子把我的装备拿走了，野生的徐子淇出现，走开啊，没有智慧果，啊，这样子我们又可以多一个人入队了。大家想让谁入队啊？聊天室让我看一下。看一下大家比较想谁，我们现在呢可以找古时夜叉吹雪实验，这是 CLM 刚为我们点的老板唱的歌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盼盼实验敖广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融合，何必再无谓的厮守，这世界有什么。来，大家投一个票，投一个票，看看要加谁。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才发现你在等我。此路为我开，此树为我栽，若要过此路，留下哪有才。滚，忽略蜿蜒的河流。等我好好听啊，老板，好好听啊，老板，太好听了，胖子推着我走。想必这一定是穿着这个舒服的外套唱的，才能唱得如此的好听。谢谢老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刚刚呢，男的12票，男的现在就12票，女的有140票，这个没 JJ 的100票。啊，我们去找个女的，找个女的，这一定要找个漂亮的嘛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目前的选择有。香云，然后虚真、方云华、萧富、吹雪、夜叉不知道哪里才遇得到啊，不然我们先去洛阳城解任务好了，有江湖中人的，滚，先去解任务吧，等一下再邀人好了。吹雪哦，吹雪到底在哪里啊？有人可以告诉我风吹雪到底在哪里吗？我们来看看哦，20年前的风吹雪漂不漂亮？20年后的风吹雪哦，在结局的时候长得不是很好看，但是游戏中其实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先来找江天雄。还是先认真啊，
好，我们来到了江天雄的家里。诸位贤侄来得可巧，我正要遣人去请你们前来。江伯伯，有什么事啦？有屁快放。可是有了什么线索吗？说来惭愧，我们依着密信上的地点哦，寻到了那五个收宅。虽然尽管哦与对方交手数次，却始终未能打探出更多的消息，竟是无功而返。此言差矣，剿灭这五处据点，等于哦黔驴除了他们的羽翼，不知免去了将来多少无辜者的死，怎么能说是无功而返呢？谢谢 XDD 的石块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再看看要不要找云华啦。感谢 XDD 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笛子歌。这幕后之人真是江某想告知诸位之事。好，我们总算是找到了这领头之人的名。江天雄专属配乐。原来这个领头之人叫做辟邪老人啊，这个辟邪老人是多么厉害的一个人啊，基本上啊跟天机老道是一个样子，就是啊布袋戏素还真那种等级的。以辟邪之名啊，将我道士有所耳闻，拜。我还是先吃晚餐吧，这样太对不起江天雄了，先吃一下晚餐。太棒了，好好听。这已经不是笛子的等级了，是唢呐。而且各位尽管放心，还有100秒呢。谢大哥为我们带来的好听的唢呐歌。辟邪剑法，辟邪剑法很厉害吗？我先吃一下我的鳝鱼面。我今天啊，连晚餐都没吃，就来跟你们开台了。多么尽心尽责的实况组，求歌名哦，我也不知道刚刚那首歌名是什么，太好听了。那什么辟邪老人，如果龟说不出，我们还是无从查起。还请江伯伯一同参详参详，多些想法自然是好的。油屁快放！感谢加速的订阅，啾啾啾！安安你好。我想，与其被这个辟邪老人哦给弄得疲于奔命，不如哦我们直上天龙教，直取天王首级。大家讲好唔好？好。江伯伯不愧是江伯伯，一听便知我的意思了。这些日子以来，辟邪老人与党羽哦，致力于挑起天龙教与风度的斗争，甚至假装成两大门派的人。辟邪老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？如果他真的只是想杀人取乐呢？或许那辟邪老人哦，真的只是想掀起武林中的腥风血雨，以脚踏尸山血海为乐。无论如何，辟邪老人无意已让整个江湖笼罩在了刀光剑影之中。此去天龙教与丰都风险甚大，本来应该是由我跟你们去了啊，但是我现在啊，胡子有一点痛了啊，屁股也有一点痒啊，最近腰也不太行了。所以呢，你们还是自己去吧。既是如此，便辛苦诸位了。
多谢江大侠提点。干嘛这般急匆匆的？禀告老爷，刚才传来了消息，阎罗不忿铁叉分舵被夺，亲率部众前去收复铁叉分舵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立刻去铁叉会、天龙教还有少林寺吧！出发，出发！哎，好像开始进主线了，像其他任务都不用解了，也不用去给阿森传话了。睡啦！练个功。阿吉还有什么可以练的？哦，阿吉可以练九阴总纲哎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刚打到的这个九阴总纲呢，是可以加100滴血。抗暴抗反命中都各加1%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小紫专用的啊，这个就给小紫吧，然后这个就给阿吉哦，啊不止可以给阿吉啊，啊大家都可以用啊，这么好用的东西，这么好用的东西，那给他呀，好了，给他用，给他用，这个抗反的东西哦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好啊，然后他也可以开始练九阴真经了，学。女阿吉的话呢，我们则是让她来练九阴飞絮功。哎，我来这里干嘛？我怎么来这里？我来干嘛啊？暴击后霸体，那个要装上去才能用好吗？阿吉装的是连斩，根本就不需要那个。感谢 ST930312 的订阅，啾啾啾！啊，我要去少林寺啊，我要去少林寺。不是啊，那个只是拿来加 HP 的啊，又不会用到，加100滴哎。这个鳝鱼面真的好吃。我来去少林寺，野生的徐子淇出现了，走开！我们今天要直冲大结局啊，没有空跟你在那边智慧果了。而且智慧果其实在后期就没什么用。这胖子走了，还把我身上最好的两个装备都给偷走了，1200滴血的。1200滴血的衣服都被拿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连阿吉都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。1200滴血，英本不生，百年旧事，想不到时至今日啊，辟邪剑法之名又重新被人所提起了。阿弥陀佛，师兄，你所说的可是当年太师伯提起过的灵氏后人？百余年前江湖盛传哦，福建林家有本辟邪剑谱，练成后便可无敌于天下，圣名所类。那各路人马明争暗抢，说啥呢？刚刚王爷也说练了九阴真经就天下无敌，就直接被女阿吉怼爆。所以没有办法解支线了，还是可以啊。大家想看支线还是主线啊？后来令狐大侠以独孤九剑将他败于剑下，废了那灵氏后人一身武功，使其幽禁于梅庄之内啊，也回去了那人人觊觎的辟邪剑谱，才平息了这场江湖浩劫。那灵氏后人竟然死了，却还有谁知道这辟邪剑法呢？这个老衲也不知道了，也许当日那灵氏后人之死不过是掩人耳目。魏施主此言差矣，当年武当祖师张真人活了1400多岁，更在百余岁时创出了太极拳，以太极剑两大绝艺。
辟邪老人的武功啊，饥可说是深不可测，我们绝不能以等闲视之。少林向来为武林同道之首，晚辈自来除了告知此事，更想请方丈居中调解各门派间之纠纷，以免让辟邪老人哦挑拨离间，自己得逞。阿弥陀佛，老衲责无旁贷啊！每次都是这样说了，然后他就会待在少林寺里面。啊，先吃个面。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方云华的剧情好了。方云华要怎么切啊？方云华要怎么切啊？有没有人知道方云华的切法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直接出发。好像就是铁叉会吧。通常到最后一回合的时候，方丈就会把我跑出来了，我还要去找任剑南哦，所以要切很久吗？如果切很快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剧情哦是可以快速的把它过了，值得一切哦。我是想说把它切了之后再让他离队，这个会不会很北烂啊？我只是想看他的剧情，带任剑南和方云华到无名种那里啊。哦，任剑南哦，任剑南在哪里啊？要先在萧父找任剑南哦。算了，先解主线好了。这个主线看起来不会那么快吧？哦，要切很久哦。大家想不想看啊？要看的加一，不看的加二，我们就继续跑剧情啊。好吧，那先去找萧父吧，听说好像萧父登场。萧父的粉丝嗨起来，两个礼拜哦没有看到萧父了，想必哦他一定在这个哦被灭族的山庄里面哦过得很开心，一个人悠然自得的啊。忘忧山庄，来吧萧父，好久不见。我们给萧父哦穿点衣服。萧父的技能哦可是很好用的，有那个长得很帅，他有一个技能叫做长得很帅。好，我们让萧父入队。萧兄与我们一同上路吧。来看看萧兄这个玉树临风，长得很帅，周遭两个女性角色伤害提升啊，人帅真好，还会意志坚定。好，然后再去找任剑南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去森林里面找任剑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想你们这辈子哦，应该是学不到这个技能了吧？人家天生的、啊，那是天赋。森林，小鬼站住！我们在这里哦，遇到了飞环，是蜘蛛的人。果然还是找上门来了。这里呢还有姓常，别吵，老规矩，只铜板决定吧。但我看他们并没有想把东西交出来的意思。你们作恶多端，杀人无算，不管你们是为了什么想要这些产业，我都不会交给你们了。你们再想硬来哦，就让你们见识逍遥谷的做法了。爬开！你们只是帅的并不明显哦啊！对啊，我懂，我知道啊。哎，卡住了。好，我们这一场就把萧父给放上来吧。
重力弟弟，让萧父来加伤害。萧父的旁边啊，多放一点。好，这个阵型哦，必须站得很好。我们就站这个啊，大家聚在一起阵。只要站在帅哥的旁边，大家就可以加攻击力，很赚。那大家休息一会啊，先让重力弟弟啊把敌人给吸过来。好，重力弟弟准备登场。重力弟弟走向前方，来一个不动冥王棍啊，吸过来了，吸过来了两个。哎，蝴蝶，漂亮，本姑娘的刀真很像你这样不长眼的家伙。哎，左右互搏怎么没了？好，看起来啊，先把信长给干掉好了。来一个神曲断钉，大家加攻击力。我们先干掉这个信长吧。必杀！霹雳九天雷！啊，再来把信长抓过来。哎，我竟然帮他挡了啊！我已经帮他挡了一下。被我们这个鞭子给鞭了两下之后，波技，这个波技，哇！啊，哎哎，错了，那不行了。我才不跟你道谢，就当我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哼！我们还是来听我们班的。有事非得有人去做不可，好听不干的。由我霹雳堂来干，有些事非得有人去做不可，好听不干的，由我霹雳堂来干。小猪姐姐大人，小二板是不是做得很不错啊？本姑娘的刀专砍像你这样不长眼的家伙，我才不等你道谢，就当我欠了你一个人情。哼！小猪姐姐大人，小猪姐姐大人，做得很不错啊，很不错哦，阿扎。大家比较喜欢小阿曼的声音，还是我才不跟你道谢？还是红商的声音？我欠了你一个人，还是萧父呢？山庄众人弹琴不弹琴，一曲肝肠断，天涯何处觅知音？未曾亲眼目睹，一问不解；一旦亲眼所见，事实伤人。一曲肝肠断，一曲肝肠断，一曲肝肠断，未曾亲眼目睹，一问不解。我们闲见山庄众人弹琴不弹琴。吴大哥来弹吗？吴大哥来弹吗？萧父的声音哦，其实还挺好听的。火焰刀啊，砍死了一个，碎啦。这个蜘蛛旅团是没有配乐的，哎，不是没有配音的。来战嘛！不乖，棍子打！霹雳雷火战 ，Double Kill！ 你们真的惹毛我了啊！最后这个人俩红了，怎么办啊？砍了啊！我砍！哎呦，还不死哎！不动冥王棍，塔雅啊，塔雅已经20岁了，好吗？这个13岁，这个12岁，这个30，这个好像19吧。重力弟弟好像也12。我们真的是少年旅行团呢。可恶啊！这是他们遗留下来的武学产业，果然跟我们手上这些哦是一套的。总之，我们就先收着这些产业吧，或许有一天我们能一窥重阳真人的武学奥妙。大家今天只学。
武林盟主啊。现在我不知道二十年前的武林盟主到底是谁、啊。二十年后是那个王永杰啦，现在不知道是哪一个。有一位江湖众人滚！哦，我们现在要去森林啊，要去森林。逍遥盗贼团哦，看起来是比较强了。逍遥少年旅团，如果可以用一个东西当我们的团标，那一定是智慧果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找任剑南，此人的情谊好深高明，听着琴音哦，越拔越高，铿锵锵锵，宛如金铁交鸣，闻之令人热血澎湃。此曲若在奔腾的瀑布旁弹奏，想必更能衬托出曲中的意境。想不到古兄亦是知音之人，不敢，自小在师父身边耳濡目染哦，略懂一二啦。我听不懂你们在说啥回啊，不过这个确实是挺好听的。这琴曲听起来好生奇怪，琴声越行越高，越高越险，这样的高音如何奏得出来？铿锵的一声，琴弦崩断。在这里呢，我们遇到了二十年前的剑南啊，长得也是一表人才。这故事告诉我们啊，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。仁兄弟，这位是闲剑山庄的大公子萧府，还有我身边的师弟阿吉，隔壁的女阿吉。仁公子适才我等聆听雅奏，情韵激昂，闻之使人热血如沸般的激愤。感谢 NAM50591 的订阅，啾啾啾。可这乐音越高越险，却仍无停歇之意。惭愧，此曲名为《笑傲江湖》，乃是我人家祖先所传。关于此曲，我倒是略知一二。若仁公子不弃，在下愿一同琢磨。在下求之不得。啊，一个吹笛子哥，一个打三角铁，大合奏，你们两个人做什么脸色这么难看呢？我的外套一定有啊，不需要骗我，这事情是骗不过我的，绝对会拿到的。萧兄今日初见此曲，便能够领悟大半，已是天下奇才。如果萧兄不嫌弃，在下便当是《笑傲江湖》曲谱抄录一份给萧兄。感谢 Big Dick Carry 的订阅，啾啾啾！我们得到了《笑傲江湖曲》啊，这样子一定有机会的。哎，惭愧，所以还可以吃这个《笑傲江湖曲》，是不是？《笑傲江湖曲》智商不足十点，帮他提高一下他的智商。哦，这样就可以学这个《笑傲江湖曲》了，把它练满就行了吧？我身上哦，刚好有很多的智慧果，来，萧父吃。多吃点智慧果啊，多吃多健康。好。练到了八重，练到了八重就够了吧？哎，笑傲江湖如此精妙，不知道我此生有没有机会重现原曲。仁兄弟，在下近来习作《笑傲江湖曲》，颇有心得啊，吃了很多的智慧果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意思合作一下呢？来吧，求之不得。我在等结算而已啊，结算后我就变成精英了。你哭个什么劲呢？我虽不善音律哦，可仁兄弟与萧兄一情一笑，一来一往间哦，
时而温打又时而硬核，时而温雅平和，时而低回不已，令人心神激荡。这笑傲江湖之曲果真不凡，满分作文啊！相比之下，阿吉，哦吼吼吼吼吼！呵呵呵呵糟了，萧兄与仁兄弟正专注于弹奏。咦嘿嘿嘿嘿嘿！阿吉小心了啊！在这边呢，我们就要跟这个和尚打起来了。这个和尚哦，怎么在我屁股后面？太前。这应该挺简单的吧？嗨，躺着打。比雅鲁藏布江的河水还浅。我们放上阿吉、红桑、萧父也放上来，帮两边的人加一加攻击力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一招骑士精神，把大家给吸过来。好，把敌人吸过来。看完了，舞动。冥王棍啊，出来啊！不妙，这和尚好像有点硬。哒啦玛丽莎，哒啦玛丽莎。好，萧夫哦，可以用这个《笑傲江湖曲》看一下伤害，《笑傲江湖曲》打了1000多，再来丢炸弹吧。霹雳烈火弹，威力挺不错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大师兄出马的时候，大师兄则是可以运用这个，大师兄用什么好？来用火焰刀好，火焰刀挺好的。火焰刀基本上是大师兄唯一一招有伤害的技能。好，把对面全部都打残了，对面现在都还有一点点的血量，我看一下怎么样才能收头呢？走这一步，来一招，幽冥十三式。好，干掉了一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无癫老爷爷也来了。啊，凡生们，爷爷我又来了。一位爷爷，多谢大师相助。我们来看这个爷爷会万佛归宗，看一下这万佛归宗厉不厉害。好，挺厉害啊，打了500多。外套已稳了。好，我们用万佛归宗呢，打了两个和尚，500多滴。先打 boss 好了，我觉得挑着 boss 打应该会是比较好一点的。给大家加攻击力，神曲断钉。贪婪补偿，啊妈妈妈，不要不要，打了1000多，还行吧。玉箫剑气，不是啊，这个 boss 有点硬。霹雳九天雷，这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哦。好，看我的。好，他会左右互搏，有醉拳可以打。好，我们用这个醉拳。然后用这个醉拳的话，打了和尚两下，打了260滴。接下来这个 boss 哦，也是准备要嗝屁了。先杀狗，先杀 boss， 先杀 boss。boss 呢用补品补了3000多滴血，这个大师也太废了吧！那大师你还是过来揍 boss 吧。大力金刚拳，680滴，不错不错。乌衣宝典，
招式名称都被挡住了，有被挡住吗？哦，好像被挡住了。可是这个位置没有办法调哎。没事，招式名称哦，我都可以念给你们听啊。我们用这个。喂，不动名门棍，好，把所有的垃圾都给吸过来了。这样子哦，阿吉终于可以开始尾刀了。好，阿吉干掉了一个，啊，没了，我写好了。哎呦，感觉要打好久啊。是我打怪很慢吗？我打怪应该也没有很慢才对啊。然后这些和尚呢，又偷偷的跑去旁边补血了啊！没补品的和尚只能被我们砍死了。一刀启程，好，剁死了一个和尚。空明拳。最后一个啦，就让大师跟他单挑吧。这大师总不会打输他吧？我外套穿了吗？是的，拿到了外套。大碗的连败啊！大碗，我今天本来想去拯救大碗的，结果出了一点意外。好，左右互搏，来看一下这一招的伤害。现在就算200名哦。第200名的玩家爬到了10000分，我们都是可以上精英的。好，把这个和尚好敲到了剩一滴，正正好一滴血啊！曼德拉，死吧和尚！醉啦，把这个和尚给干掉了。嗯，这环啊逃得还是挺快的。多谢大师相助。谁知道呢，平生几日啊，喝酒喝得正高兴，无意中却听见此人与吐蕃国师利空法王密谋制造中原武林的动乱，那嘴脸哦，直叫贫僧倒尽了胃口。阿弥陀佛，这位大师真的是奇人，哪里来的笑哎？多怪刚刚那个坏和尚硬生生的将萧大哥与任公子的合作给打断了。此取天下无双，即便没被打断，我与萧大哥暂时也无法达到那两位前辈心灵相通的默契。其实我来解这个剧情哦，只是想找方云华了。好了，这样子我们应该就可以去找方云华了。好，来去前方寻找方云华。我们在这边呢，前面有一个猴子，这个要扭过，不然很浪费时间。啊，扭过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来去哪里呢？两年后我会 A 他1000块，说啥呢？要不是我在杜康村给他熊掌，跟那个杜康酒喝，那个和尚，然后饿死了。刚和尚啊，我要去找方云华。方云华哦，是这个武当派的啊，武当派的大弟子，滚！好，来去方云华。外套现在是485分就有了吧？先找剑南哦，所以剑南在哪里啊？大哥，剑南在哪里啊？剑南应该在他家吧？好，我们去他家找一下，铸剑山庄找剑南。好，找到了剑南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去找方云华了。首先，先啊，剑
这不是萧大哥吗？可想煞小弟了，想你想你想你啊！哎呦，我也想你啊！爹爹骗我，不过竟尔当着我的面，把我的柳叶琴摔进了锻造炉中，可不是吗？爹硬是对我下了限令，要是我一日不能悟出家传剑法中的镇武玉的剑意，便一日不许我弹琴。少年英雄会的状元跟榜眼都在这呢，你借着与谷哥哥还有萧大哥切磋武功的名义跟我们同行啊，肯定是不会反对的。聪明聪明，我们这就上路。榜眼哦，榜眼是不是第四名的意思啊？好，那我们这边哦有第一名跟第四名，还得到了一本秘籍。走吧，出发喽！队伍已达，人数上限。啊，先让小阿曼休息一下吧，为了方玉华的剧情，晚一点，晚一点。阿曼，我们等一下来找你。你先在家里休息一下，大家跟十二岁一个可爱的执法的小阿曼说再见。啊，晚点见，阿曼。重力弟弟哦，重力弟弟，等下去哪里找他？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重力弟弟了。哎，如果我在现在把萧父拔掉，剧情就没了吗？再来要去武当找，大师兄可以踢掉吗？这上来是不能踢掉啊！为什么不拔装备？因为我等一下一定会把阿曼找回来啊，那是我俩的定情信物，一样可以哦。那萧父，你先回到你那个空无一物已被灭族的那个闲剑山庄去吧。哦，我们晚点再去找你。方云华在哪里？啊？方云华？好，方云华。哎呦，这里竟然有道具啊！哦，原来是人家武当派的稀有矿石啊！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稀有矿石哦，就借我一点吧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方云华吧？孤兄别来无恙啊，长得这么的一表人才，果然是方云华啊。方云华加入了队伍，接下来要去哪里切啊？给个路标，给个路标。哇，其实人就很好哦。我们等一下回家里做装备好了，这个游戏好像是可以做装备了。无名种哦，好，我们去无名种切。无名种，好，来到了无名种之后呢，我们先存个档以防宕机。做装备前先存档哦，不存。我做装备哦，一向是不存档的。好，来到了无名洞。哎呦，有僵尸啊！无名洞怎么都是僵尸啊？好，来到无名洞之后呢，是一直往里面走吗？右边的棺材啊，这个棺材是吧？啊，遇到僵尸了！这个僵尸超讨厌的，要打超久啊！随便放吧。Oh my god！ 不只有僵尸，还有蝎子。快跑快跑快跑！等重力弟弟发飙，我们只要等重力弟弟发飙。LAN party 是几号去哦？还没讲哎，我还不知道。哇塞嘞，这么多的怪物啊！好，我们来解决掉这些子。重力弟弟拉过来之后，
然后让阿吉上去一阵乱砍就稳了吧。其实他们还蛮废的，没什么血量。好，先吸几只过来。对啊，这个怪也才1500滴嘛，不用害怕。好，把他们吸过来啊。再来就是阿吉登场，阿吉狂砍，阿吉哦，人称杂鱼杀手。来，阿吉开砍，狂龙逆斩，呀！幽冥十三式，阿吉内力不足。好，虽然阿吉是一个杂鱼杀手，但是内力不足的话，也就没有办法了。嗯，花痴好像可以过来补内力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我有用啊。我一开始用了狂龙逆斩的吸星，没有办法，太耗魔了，完全没魔了，阿吉。已成废人，哎，根本就只砍了一个人而已。接下来换女阿吉吧，女阿吉有没有什么打比较快的技能啊？啊，女阿吉有这个九阴白骨爪。好，女阿吉哦，金杂鱼也是很快。这个吸星不是一个状态吗？看这些不让人省心的家伙，这个吸星是吸收伤害的30%，所以吸星一定是要先用的吧？好，开砍，好，砍了一只啊，再砍，好，又砍了一只，然后，哎，女阿吉走开，奇怪了，这边的蝎子是不是怪怪了？有 bug 吗？然后又砍了两只，再砍，哎，没了，又没魔了。谢谢 Stevie220214的订阅，啾啾啾！剩两只蝎子。我们七怪好慢哦，贪婪补残。嗯，大师兄跟这个花痴就是一对的，花痴也会贪婪补残。有花痴在，不是大家要参加大家内力耗损的洛阳花会哦。好，啊，大师兄技能要练满了。阿中可以开始练坦然补残，阿吉全满，这个棺材，哇，又碰到了。哎，对哦，我还有方云华，让方云华上场一下好了。红商啊，云华一起上。阁下功夫不错，不过还是逊我方云华一筹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把敌人吸过来。我们先来一个骑士精神。剑南轻杂鱼很快哦。哦，剑南该不会也会连斩吧？哎啊炸！好，把这些。僵尸给吸过来了，还可以再打一下。我佛慈悲啊！大家都生气。热血开吸，我们先来一招幽冥十三式，连斩，左右互搏。好，干掉了两只。来，我看一下啊、哦。狂龙逆斩，好 ，MP 又回来了。
Double kill 哦，有 MP 了 ，MP 了，有 MP 之后清这些杂鱼哦。Il faut être l'homme de la pluie et l'enfant du beau temps.阁下功夫不错，不过还是信我方云华一筹。方云华，方云华，清杂鱼应该还挺快的吧？好，云想衣裳，大师兄，你连打蝎子都会必死啊！秋云春华，就是我方云华。阿吉哦，阿吉只要有杀人哦，就是无限连斩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帮阿吉补一点魔力。好，阿吉有魔了，一刀起身啊！好，多死一只，阴错阳差，好，又多死了，一刀起身啊！啊，还有一只，一刀起身。哇，帮阿吉追起来啊！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，秋云春华，就是我，这样就可以碰这个了吧？方云华，哎，怎么又碰到他了？不是说点这个东西吗？咋了？我们放剑南上来好了，看会不会打比较快一点。一直碰到这个，我觉得。有一个人是根本不用上场的啦，放这样吧。好，这一次的话呢，全部都是哎，知道。好，把所有人都吸过来。哎，所喜所好，人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？人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？剑南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，各位观众，大家知道吗？霹雳雷火闪，哦，哎呦，红伤厉害啊，镇武玉，哎呦，剑南挺强的，啊，剑南还可以连斩呢。泰山崩，有了剑南，还需要阿吉吗？啊，没魔了，算了，他跟阿吉根本是一样的。幽冥十三式，五，七八七六身。哎，只要有剑南跟阿吉，基本上所有的杂鱼都是秒杀的。好，碰了这个，哎，没什么反应啊，我该不会被骗了吧？有人看到一个明艳不可方物的东瀛少女月下曼妮。哎啊，有了有了，一堆破碎的纸屑，许多地方已自然风化，七零八落，残缺不全。这些纸屑看起来可拼成一本秘籍。哦嘞，你们不是说这是东方不败的墓穴吗？我忽然想起来爷爷说过了一个故事了。让我们就来听一下任剑南他爷爷说的这个故事。但是在听故事之前啊，先让我去上个厕所，给我30秒的时间。
回来喽！当年东方不败号称天下第一，率领魔教意图吞并武林。后来哦，任教主带着英雄小虾米与令狐大侠等一票高手啊，上黑幕来进行一番恶斗，才将东方不败给杀了。所以东方不败是这个游戏是另外一个游戏的 BOSS， 是不是？搜出了葵花宝典秘籍，传说欲。传言欲练此功，挥刀自宫。难道要指自己很用功吗？挥刀自宫就是要很努力努力用功练刀，看来是一门刀法。你们不必知道，你们不必知道，请继续说吧。任教主说，不可让此阴毒功夫留下来祸害世人，并把它捏成了粉碎。古大哥说的是啊。这个时候，方云华蠢蠢欲动，神功秘籍近在眼前，我怎么能就此放过？要是学了这门武功，我便从此天下无敌。没事，你们走吧，我有点内急，想找地方解决一下啊，就得到了葵花宝典，这样他就可以学了，是不是？限定方云华、欸，啊！方云华学会啦！就这样，太简单了吧，按一下就学会了。所以修炼这个可以干嘛？修炼呢可以干嘛？就这样，然后呢？这个技能有任何的屌用没？我觉得我们还是来练一下，练一下红商跑了。红商哦，这么的好用，我们让他学一下经验功啊。身法不足30点，没事没事。就算不足100点哦，我都帮你点了。那点太多了。哎呀，我就不想用方云华啊！方云华切了，方云华可以走了啊，身法还不够哎。哎，红商你学这个，还有红商学了，是哟是哟，云华，你走吧，再见了，云华，再见了，剑南。啊，我们可以去把刚刚的人找回来了。大家想要死烟还是香云还是萧父啊？我现在是大师啊，但是再过两个小时我就会变成精英啊。有西域的环呐、啊，哎呦，这个西域的环呐、啊、身上还有西方易经啊，要打要打，把这个西方易经哦给找出来。七海哦，七海应该不在这里面吗？等下去找实验好了。好，我们来打这些杂鱼，放上重力顶级，放上塔雅，放上阿吉，其他的随便吧。好，重力弟弟哦，重力弟弟一定要走第一个啦，等对面走过来吧。好，要用拖的吗？不是把他们打死就好了吗？好，先来一个骑士精神啊，把这些垃圾给吸过来，说看我的不动重力冥王棍啊！啊，好，通通过来啊，这怪有点硬。好，把怪物都吸过来啊，再来丢个霹雳雷火弹。这怪怎么那么硬啊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九阴白骨爪啊，白骨爪威力还是很强。他
贪婪补偿。幽冥十三式，五。好，双杀。哎，还有补血啦。哇，这些怪物不是普通的硬啊。刀山剑月，哦，哦，没事，重力弟弟很坦的，大家不用担心重力弟弟啊，啊，这个环绕怎么那么硬啊？先来个骑士精神好了，骑士精神。这怪太硬了吧！天下无狗。重力弟弟哦，特效真的是很多啊。这边好像有点不好打哎，用这个好了，这个应该比较快。啊，应该放剑男的哦。剑男，然后打挺痛的。哦啊，就不该让红伤上了。怎么打才快嘞？哦，没死哎！天山折梅手。左右互搏，在这个游戏里的左右互搏是100%的吧？啊，不血啦！哎，没事没事，红伤很惨的，红伤死了还会自爆的，炸他们哦，1000多滴血。啊，我好像把剑男给踢了，神曲断钉加攻击力。重力冥王棍，那杂鱼也太硬了吧！兰花佛血手好像也是个废物。好，还可以打两下，我们再用这个化空大法。要怼很久啊！猴子拳，按在猴子脱逃。啊，猴子脱逃伤害还不错。啊，那要打多久呢？我们先干掉这只好了。哦，你们这个曼德拉马里斯，曼德拉马里。曼德拉马铃薯，曼德拉马铃薯，曼德拉马铃薯啊！达摩五绝，好啊，炸！上个超战士略绝好了。I am Sawakita， 感谢订阅，啾啾啾！直接杀对方，让他中毒。好了，阿吉可以开秀了。阿吉先来一个狂龙逆斩，幽冥十三式，曼德拉马铃薯，曼德拉马铃薯，曼德拉马铃薯，哎，左边这个死掉了，稳了稳了。曼德拉拉林苏啊！哎，花痴要出事啊！救花痴啊，重力弟弟！天雾刃，好，花痴得救了。花痴，我还可以自己奶一下自己。我们打来快嘞！曼德拉马林苏。这个好了，
哎呀啊，又给吸过来了。重力冥王棍，好，把所有的垃圾都给吸过来。哦，他又补血了。这个回合先打死这个落单的马铃薯吧。先把这个落单的马铃薯给干掉再说。好，死了一只，再来，猴子脱逃，猴子破逃式，来，先夺一颗，啊哒，猴子脱逃，第二下，再破一颗，啊，嘿，啊哒，啊碎啦，伤害很猛，那个狂风逆斩好了。这个威力可是很强的啊，直接让这个臭和尚哦，两颗都没了，只取两颗智慧果。哎，给他加一下攻击力，天下无狗。贪婪补残，尾个刀吧。啊，剩一只了，剩一只了。终于啊，终于是剩下最后一只了，最后的最后，当然是得用这刀把它干掉了。曼德拉马里斯。曼德拉马林索，曼德拉梅丹丹，嘿，阿加，我觉得我清这个小怪好慢哦，要哎得到了黑玉断续膏，哎，这是代表没有西方易经的意思吗？这刀好像暴击的，不行啊，一定要把花痴练起来，太强了这个角色。花痴还有什么可以练啊？花痴可以练铁罗汉，罗汉拳、铁布衫、正气诀啊，练个正气诀好了，帮自己加血量，虽然加的很少。哎，不对，正气诀是加内力的，科波啊。少林寺罗汉大阵哦，邪魔歪道要小心了。你们正行进间，发现树下有一人正欲上吊，人命关天，不得细想，轻急手中飞剑急速划破麻绳，那人应声倒下啊！这个头与身体哦分离了。我好不容易挖了块玄铁，与王爷谈好要卖给他，结果他却不见了。你缺多少钱？我需要500万，去吧！得到了玄铁靴，奇怪了，我知道去哪里啊？我到底在干嘛啊？啊，我去找古时好了。50000买一块玄铁哦，厉不厉害啊？去削骨可以做装备哦，哈。等我把主线跑完了，我们就去逍遥谷做装备。现在找古时加入队伍，感觉古时哦，清野怪就很快。有伤人哦，等一下，先去铁叉会。铁叉会好像有剧情啊。问一下胖子跑哪去哦？胖子说他回去闭关修炼了，然后就走掉了，可能以后会再遇到他吧。师父会生气的。
说好二十年的吹雪啊，那还没遇到、啊，之后遇到啊。我们现在铁叉布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吹雪在哪里吗？真的，二十年前的古时哦，长得是很可爱的。你们虽然不喜欢他长大的样子，但是二十年前的还是很够追的，很抓你们眼球的。那应该不至于。圆罗向来与龙王齐名，风度在法外三巡中也跟天龙教斗个旗鼓相当，想来绝非欺世盗名之流。或许里面发生了重大变故，我们步步为营。怎么看里面都在打架？你们是眼睛脱窗哦？哎，里面不是在打架，他们在跳舞哎。旁边的小伙子好帅呀！吹雪之后在江府会遇到啊 ，Soka。铁叉布的勇士才不会输给阴险狡诈的汉人。在下想见你们帮主阎罗啊，麻烦两位帮我带路一下。来，打起来了！大师兄，就说你讲话不能这么呛啊！你看。又打起来啦、欸、古时只有三千滴血，算了，放花痴还是红伤呢？好难抉择哦。好，先来一个骑士精神啊，麻烦骑过来再说吧。我们丰都中人还好吧，这些垃圾既然都错过，很快就干掉了，贪生怕死。好，阿吉登场，有名十三世，感谢 QAQ 的十块。不用不用，阿吉的武器哦，已经是穿得非常的好了。谢大哥为我们点来的这一首《刀剑乱舞》新 OP。稳的稳的，大家尽管放心。没抹嘞。天山紫梅锁。来个空明拳好了。阿吉的武器哦，都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啦，大家不用担心阿吉啦。最贵的那一把武器哦，跟最贵的防装都在阿吉身上了。这个很好画面哦。什么第四次？我都在才第一轮而已，好吗？什么第四次啊？我没供啊，这个机器人。谢大哥，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，感谢谭兰普禅。感谢 QAQ 啊，还有 Shark Chain 的三个月咯，啾啾啾！动力弟弟还是别动了吧。好，从头干掉了两回合。两回合杀了二三十只的怪物吧，小子也有专武哦，我应该有吧。臭小子，武功又进步了。怀你水盼盼啊，不行不行，水盼盼就没有粉丝哦。这种没有粉丝的角色，我是不会带在身上的。啊
啊，所以还是没有让我们接见阎王啊。那阎王应该在里面吧？竟然连守卫也没有，情况不太对劲。我们先观察一下，不要贸然闯进去。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，那还是远离帮主为上策。你听听，这里面传来这怪兽一般的嚎叫声，这哪里还像是我们帮主？我想这应该就是阎罗的叫声了。既然来了，还是进去看一下状况吧。啊，大家先准备一下。啊，准备一下。这地方阴森森的感觉，真是令人不太舒服啊。阎王兽业很沉，糟了，大家小心！啊，阿吉中刀啦！太多人无期的死亡，不晓得真是鬼死。丰都厉鬼。太多人无期的死亡，不晓得真是鬼死。死了才晓得。皇上，一名炮楼有一万九千滴血，打成红头。太多人无期的死亡，不晓得真是鬼死。先来一个骑士精神吧。太多人无期的死亡，不晓得真是鬼死。好，腐蚀先上一下，可以让他蛋碎一地。哎，这个技能也太强了吧！这个万佛朝宗好了，万佛朝宗，好，五十没了，九阴白骨爪。好，阿吉改变阵营两个回合，睡啦，阿吉。阿吉应该不会把我们后面的人砍死吧？好，我们接下来打的是阎罗王。其实阎罗也不是很强嘛。好，阿吉哦，对着一开始就是直接冲上去，对着花痴一顿砍，但是花痴哦还是很硬的，没事没事。超战士掠绝，隐形一下，哎，不能动啊！不要闯上一命透露，霸体两个回合，打出红头。虽然你霸体哦，该破的蛋还是得破。阿扎送，是吧是吧？这盆八仙过海中的真是好极了。两个回合了没啊？啊，差不多了吧？哎，又来一只哎！哎呦，这样很讨厌哎。好，阿吉变回来了，那不要打旁边那只好了。好，站这样吧。首先先来一个化风大法，空明拳。啊，好了，不然把他推太远了。七八七六三。大家都还没看到腐蚀厉害的地方，腐蚀就要先走了，去宝藏岛找小紫的专属。好，小紫马上变敌人的啦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不用担心。哎呦，阿吉又不能动了，阿吉没魔了。
螳螂捕蝉，感谢 Soria 0225的十块。敛财敛财，追起来追起来！我哪有秘书你的订阅啊？谢谢大哥的十块。糟了，大家离阎罗远一点，什么效果啊？当回合无法移动，攻击力大幅上升。哎，什么情况嘞？好，小紫竟然把花枝给打掉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哎，这是，先来这个双冲影补一下血量。看我的幽冥十三式，那还好吧，还没有办法一次干掉我们这两个。今天的歌真的是好好听哦，都正常的。哎，阿吉霸体来。是阿吉霸体了，就稳了。九阴白骨爪，当阿吉霸体哦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艾米一几次？还有一次。阴错阳差，螳螂捕蝉。好像不是很妙哎，谢谢大哥，阿吉，定标冲刺，一命透露，为马爷踏出红头，唔要创新，一命透露，为吴八爷踏出红头，天山六阳掌。九阴白骨爪啊，连级了。这魂石心掌啊，逆天者九死还有一生。七三十八，哦，这补品啊！上尽九死，火焰刀，逆天者，逆天者，九死还有一生。你不要啊，僵尸走开啊！他补血了。啊，这个不妙啊！化工大法，啊！大师兄的伤害，大师兄的伤害有一点坑啊！大师兄这个伤害哦，是讲讲的不妙啊！逆天者，九死还有一生。不，小子要嗝啦！小子阵亡了。没事，没事。我的舵爷啊，我们今天哦是来到了这个铁叉会的门口啊，准备要来打 boss 啊，这边有很多的尸体，各位都可以看到，来吧，
们来打这个铁叉会的 BOSS。这个阎罗王哦，看起来是相当的厉害啊！重要创新，以命铺路，威吾八爷踏出红头。还是乖乖的放重力弟弟吧，比较实在。重力弟弟加哈斯，逆天者九死还有一生，逆吾者一命。重要创新，他打三个哦，威吾八爷踏出红头。怎么办呢？这样我不是一定会把这个女鬼给吸过来吗？我晓得真是鬼事，但死了死了才晓得后悔，有点麻烦啊，这个家伙。不打那个女鬼好了，就挑阎罗王打。好，我们用这个超战士略诀给阿吉哦加一个霸体，让阿吉不要不容易嗝屁。好，那个王哦自己走出来了。喂，对着花痴一刀把我的花痴给干掉了。这女鬼有支数限制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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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过来哦揍她。好，就站这样骑士精神，看我的空明拳。啊，女阿姐感觉出来是要嗝欸，女阿姐出来要不嗝屁啊。风随白云飞，不痛不痛不痛啊，有一点痛。那重力弟弟是不是要嗝屁啊？啊，不太妙欸。用这个最痛的啊，这一只怎么HP 有点多啊。好，我们打他一下，是2000多滴血，还有10000多滴。威吾八爷不要创新，以命铺路，威吾八爷踏出红头。他剩下的都是直线了，只能打一边是吧？啊，你只能打一边的话，我就从上面来打你。九阴白骨爪，砍到了花痴哎。啊，没死，还行还行。三格有点凶猛啊！好，又来了一只女鬼。来个天路刃哦，达摩五绝，啊哒，贪婪补偿。啊，头痛了！好，头痛了。隐形，阿吉的话，阿吉卡位，啊，让他出不来。啊，这样子哦，就只能打重力弟弟了。还打不到，稳了稳了，稳了稳了。重力弟弟哦，可是很惨的。哎，拦住了！啊，惨了，小紫把我们卡在这里了。有点不妙。哎呦，被女鬼卡住了，可怕啊！
先吃个小白豆浆吧。怎么办呢？绕过去好了。哎，不行啊，绕过去是绕过去，后排就准备砍死了，那他们就补血了。等他自己走出来吧，总会出来的吧。啊！阿吉又变对面了，不要北烂啊，阿吉。好啦，这样阿吉大概有900%。大概有900%会把我们后排给打死吧。啊，先冲再说。禅力自在棍，阿吉这么北蓝呢，自己要反击，然后反击完还没改变阵营。啊，让他出大事了，把他卡在边边吧。记得好像有一个可以帮人家补血的东西，先补一下再说啊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哦，就成功的把阎罗给卡住了。只要他这个回合没有把我的重力弟弟砍死，我就好打了。啊，他被砍死了，阿吉来把那个斧刀死啊。阿吉还连斩了。可以帮我刷一波阿吉智障吗？这个阿吉，这么一个阿吉啊，想不到我们的队伍会出了一个这么一个阿吉啊，实在是太阿吉了呢！啊，阿吉变回来了，而且阿吉变回来这回合啊，应该就要开启那个了。哎，还好还好，其实还好。再来个骑士精神吧。七八七六三，头好痛啊！杀杀杀！威武八极，打出风头。还不死，逆天者九死还有一生，逆天者九死还有一生，逆吾者一命上尽九死。他的斗也有点痛。赢了赢了，对啦，阎罗嗝屁。Nice。 虽然阿吉这一场表现得很北蓝，但是我还是把阎罗给干掉了。没有，他会解点穴的、哦，点穴这个游戏的点穴，这点游戏的点穴跟没有是一样的。这一期来喽！啊，阿吉跟女阿吉都变敌人了。不要闹啊！都把敌人打完了，你们两个还在那边。算了，他们也打不死我。吃个补品好了啊，补一下。怎么还有啊？这什么时候才能打得完啊？天山六阳掌，那时候是两个87耶，男女阿吉一同在演。两个回合了吧，变回来了没？啊，变回来了、欸！啊，把他打死，又要变啦、啊！啊，大家先休息，先补血吧。天雾刃！啊，等下把他打死哦，又有人要变，又有人要变敌人了。好，打了打了，来吧。这一次是阿吉还是女阿吉啊？随便一个啦。好，是女阿吉，不行，你这是欠揍了，我打。女阿吉，你这是欠揍。
不给你一顿教训哦，送过去了。幽冥书，我打什么？不是啊，因为我想打他，我只是想打他。我知道我已经过了，但是我还是想打他。得到了阎罗刀，阎罗刀法。